赵顾海，我18岁。我是侯爵，我是雷霆突击队队长梁木泽。宋总，万丰集团的股份持有人。草木会发芽，孩子会长大，岁月的列车。我要你跪下，恳求这位小姐的宽容。而不是自己混不好，还非要把对方拴在身边。离合都是刹那，我妈就是在水里遇难去世的，当时我就在身边，所以我对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克服不了。我就是一个孤儿，从小没有家，可能后来我哥给我抱回家养大。时间的天啊，走多远都记得回家。向前而行，随缘即吧，守护即吧，暴雨不停，绝不收兵。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，祝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。都回来了，在不能老去的时光，听他把儿时慢慢讲。也祝你不枉少年样，也无惧那白发苍苍。若年华终将首长检阅，请任命放行。细数流多少苦乐，就有多少种活法。老爹要是开开眼，让你活着回来，一身雨雪风霜，那么再让你空虚，随自己